火鸡面啊，家人们啊、哦！哇，哇，啊，这款国产的火鸡面，家人们啊，29.9。发是咱这儿这块有小黄车，有的老铁问我说的这火鸡面跟你这不一样啊，收拾家人们你记住啊，火鸡面就这款火鸡面到家一定要煮到10分钟以上它才是好吃啊，而且面才能变宽啊，家人们你得多煮一会儿啊，一样的东西啊，一袋盒子1块钱左右，是不是愿吃的直接拍去吧，多煮一会儿它再黏糊啊，哎呀越辣越想吃这玩意儿啊，螺蛳粉啊，家人们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这大煎蛋啊！哎呦我去！这螺蛳粉家人们啊，39.9，这块有小黄车，39.9拍一发10袋，今天下单的啊，老弟赠送你个这螺蛳粉专用的勺，你放心拍，嘎嘎好吃，这款螺蛳粉品质嘎嘎好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就拍去吧，囤点货也行。哎呦我去，这玩意儿。